这什么地方？你们想干什么？你说话呀！你想干什么？告诉你，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，我们不会向你们低头的。告诉你们主子，死了这条心吧。没吃吗？老爷爷他们说什么都不吃。过一个时辰再做一份端上去。记住，不要跟他们说话，他们说什么你都不要听，跟我们顾家没有关系，知道吗？是。去吧。杨团长他们真的还活着？国生既然打了保票，人应该就还活着。太好了。郑连长，你说梁团长他们在六合寨，那谷家是怎么得到的？难道说谷家和田老八真的勾结在一起了吗？说田老八跟谷家勾结在一起是为了激他一下，至于人怎么到的六合寨，只有国生知道。明天的这顿饭肯定没那么好吃，咱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。谷家在这个时候不早不晚的把梁团长他们亮出来，肯定是有什么别的目的，他不会白白把人交给咱们的。改名了就是鸿门宴。鸿门宴。郑连长，说说你的想法吧。我跟老董商量了一下，谷若冲不会随便卖关子，我怀疑明天会有神秘人物到场。神秘人物会是谁呀？不是戴德山就是田老八。谷若冲说马冰洞和走马滩的事儿明天就能见分晓，按他说的这两件事儿都有关系的，除了戴德山就是田老八，不可能是别人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谷若冲这么有把握，这两个人明天至少有一个人会去。要是我们在他们去之前把人抓住，跟谷家就可以直接亮底牌了。可是咱们怎么能才能抓住人呢？谁也不知道去六合寨到底他们走哪条路。记得回去查。罗连长，你派人随时待命，如果查到了马上出城。好了，没问题。可要抓不到人怎么办？既然是鸿门宴，你们的安全怎么保证？万一谷若冲使诈那又怎么办？楚县长，你们只管守好永巴，这个我们自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这是七德刚刚查到的，有了他就不怕谷若冲动粗。去准备了。永旺，八爷，你是怎么发现的？我也是才知道。哎，八爷，你要去哪儿？去哪儿？那四个女兵能长翅膀飞了？这肯定是那姓戴的搞的鬼啊！这个狗养的，不让老子动一根手指头，他自己想吃独食儿。八爷，您这么一去，万一跟姓戴的闹僵了，那咱们明天……那老子咽不下这口气。哎，你说，这人没了，咱们都不说，
那往后姓戴的反咬一口，那怎么算？不行，我还得找他去。送信的还说什么了吗？没有，请柬上说得很清楚了。上校，明天去不去？当然要去，为什么不去？明天这桌寿宴可摆明了是桌鸿门宴。上校，要慎重。苦若冲这个老狐狸，我早都料到他有这一招了。他摆鸿门宴，哼，最好了，反正早晚都是要会会的。那咱们还得准备一些小礼物。嗯，杨队长，那边就都交给你了。那这个人呢？我来。上校，来的正好。杨队长也在，上校。杨队长，有事儿啊？有什么情况？来，进来吧。哎，上校，有个情况。什么情况？说吧。哎，你慌什么呀？没慌，上校。这吕兵都不在了，就这事儿啊？我问了守寨的兄弟们，他们都不知道啊。这人到底去哪了？人嘛，我藏起来了。藏起来了？藏哪了？藏在一个不想让人知道的地方。那是个什么地方？怎么，你非要知道吗？不是不是，我是怕藏得不安全。田队长，这事儿就不用你费心了，那个地方肯定安全。哎，对了，田队长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正好有事儿要找你。什么事儿？明天我要到山下去一趟，让永旺跟我去。永旺，能不能换个别人？怎么，不行啊？不是不是，那就是行了。行，行。哎，小乔，你要去哪儿？等我回来，你就知道了。这是个机密。哦，对了。田队长，明天你也有任务。啊？什么任务啊？咱们两个一块去执行，你跟着我就行了。上校，这咱们都走了，这黄三贼怎么办？放心吧，我早都安排好了，杨队长会派人守着，绝对不会出问题。朱院长，你回来了啊？有事儿？啊，罗连长下去安排了，明天永巴城里只留一个排，剩下的人和罗连长都跟你们一起去六合寨。啊？这样不行，太冒险了。永巴要稳住，一个排不够。就这么定了，你们去六合寨更危险。万一铁老八和戴德山真的露头的话，你们免不了要较量，必须得这样。啊，要不等董部长回来，咱们再商量一下，
你先坐，坐。按照谷若冲的说法，如果明天真的能把梁团长他们救出来的话，是不是就要算九水洞的账了？古天运还在六合寨停灵呢。啊，不怕。古天运停灵不葬，谷若冲心里的仇肯定小不了。如果明天真的能恩怨两消的话，谷若冲会不会对你们下手啊？这样，明天我和罗连长去，你们在永巴城守着。谢了，楚院长，你忘了，我还有杀手锏呢。哎，对了，铁头，你看铁头了吗？铁头呢？那就看胡四妮了。哦。孙妮儿啊，我们明天啊就能把人救回来了。等我从前方请柬回来，我就带你回家。我走了。说怎么办？这姓戴的是不是看出来了？不会吧，这事儿现在就你和我知道啊。这姓戴的明天去干嘛他不说，这人藏在哪儿他也不说，还把咱俩给分开了。你说这黄山嘴没人，咱们怎么去跟谷家配合呀？大爷，你有什么想法？咱们今晚上动手，等明天就来不及了。八爷，你糊涂了，没有谷家的配合，咱们哪是姓戴的对手？你忘了行动组的厉害了？那怎么办？既然姓戴的没有发觉，咱们干嘛急于一时啊？打草惊蛇，弄不好咬了手，这可就全完了。八爷，相信我的没错，现在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。我最后说一句，这次去六合寨，不知道谷若冲会出什么花招，出什么问题的可能性都有，都放机灵点看我的手势。把梁团长他们救出来是首要任务，我说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出发。朱院长，谷家把城门封了。什么？把城门封了？奶奶的，谷家果然在玩花招。走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老爷吩咐，郑长官是贵客，
让贺武一定要到永霸城来迎接。请。吴老爷子这么盛情，我镇虎城可消受不起。还是请贺先生先回吧，我们随后就到。郑长官，你看来的时候，老爷再三吩咐，您要是不做的话，就是看不起我们六合寨。啊，贺武要是办事不力的话，回去也没法向老爷交代。那我就只好在这儿候着了。啊。早溜到我们的队伍出场，四川和尾团来的人还真不少，早知道多上就应该把队伍拉出去，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。和我的话再明白不过，如果不照办，一个人也别想出去。那怎么办？这样，我跟郑领队一起，你留在永霸。如果国家对永霸动手，你和永霸要守住，记住，要照顾好先动的同志，尤其是楚先生。咱们俩去。好，既然古老爷子这么盛情，我就做回活的。不过我背后这帮弟兄们都想一起去给古老爷子祝寿，这怎么做啊？我替老爷谢谢几位兄弟了。郑长官，老爷请的就是您一位，贺武保证恭迎恭送。祝寿这么小气，对不住各位兄弟了啊！属谷家招待不周，这样吧，今天永霸城里的馆子随便选一家，谷家速度。那我也对不住了，老子不去了。长官，请留步。郑长官。您不要忘了，今天去六合寨有大礼，您如果不去的话，恐怕……怕什么？既然知道大礼在六合寨，我早晚会把它拿回来。明说了吧，贺武，今天要去，我就跟我这帮弟兄们一块去，要不然改天再拜访。长官，请。贺三爷，当面擦了口牙，心没当机。再去守。是。你到北院看看有什么情况。是。
天老爷大寿，按照老辈的规矩呢，舞刀弄枪不吉利，所以呢，请弟兄们把身上这个长短家伙都卸下来，啊，顾家绝对保证你们的安全。寿宴一结束，完璧归赵。我郑虎臣从军11年，从来都是枪不离手，习惯了。老爷今天大寿，我劝长官，还是照着规矩来吧。你有你的规矩，我也有我的规矩。大烟鬼攥着烟枪不撒手，有烟瘾；我郑虎臣有枪瘾，手里没枪打不起精神，吃饭都掉筷子。对不住何先生，我的枪谁也下不了。长官，入乡随俗，进了六合寨就得照着六合寨的规矩来，不然开不了席，谁的事儿都办不了。我们的文工团员在不在六合寨？长官，这两码事儿。这是一码事儿，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来？没错，人已经到了六合寨，可是开不了席，什么都不算。好，既然人在六合寨，就按六合寨的规矩来。连长，不能叫！你们谁爱叫谁叫，老子的枪从来都不离手。连长，真叫啊？不是叫，是暂时保管。对不住了，这个顾家绝对保证你们的安全。等寿宴一结束呢，完璧归赵啊！等寿宴结束，我有我的规矩。请。时辰不早了，戴德山怎么还没露面？店长那也没有动静。没有。从黄山嘴到六合寨只有这三条路，戴德山飞不过去。你再去看看。三爷，他是不是不敢来？不敢来，那他就趁早滚出贺盘山。我再去看看。郑长官，请喝茶。无事忙中老啊，转眼又到了寿辰。今年的寿宴，郑长官能参加，真是给足了我古如冲的面子，我是感激不尽啊。郭老爷子客气了。哎呀，你说我这枪不带，连时间都搞不清楚了。郭老爷子，他们什么时候开席啊？哦，还有一位贵客，稍等片刻，53刻准时开席。看这架势，所有的话都得等贵客到了再说，是不是？几点了，郭老爷子？
眼看午时三刻了吧？贵客要是不到的话，还能按时开席吗？放心，午时三刻一定准时。别说是开席，谷家说过的话从不变卦。二喜听见了？啊。来了没有？没有。你再回到三少爷那边去。是。记住，午时三刻一到，不管人到不到，立刻关门。是。不急，不急。马上到点了，估计来不了了。先把咱们的人救出来再说。他们要变卦就动手，空手夺枪下手要快。你急什么？这不还没到点吗？坐着。知道什么叫贵客吗？贵就贵在得踏着点到。哦，原来咱们算陪客呀，长官。今天来的都是贵客，再稍微等一等，到点准开席。有客不来没关系，咱们说咱们自己的话。普老爷子，不着急，不着急啊。阿武啊，午时三刻已到，告诉后厨准备开席。老爷。要不要多等一会儿？良辰已过，鸡时难挑，说几时就几时。准备开席。好。再等就赶不上午时三刻开席了。看来这个戴德山来河畔山算是来错了。就是狗养的，我还以为他是个人物，原来也是个贪生怕死的狗玩意。三爷你看，你就是三少爷吧？一表人才呀，优雅。你是哪位？啊，鄙人就是戴德山。哦，戴上校。不好意思啊，山路难走，来得晚了，不知是否能赶上古老爷子的寿宴。不晚。那就好。上校是自己来的，没带队伍。给古老爷子祝寿还带着队伍，恐怕不太合适。再说了，咱们很快就是一家人了，带着队伍来给谁看呢？啊！走一步算一步，是不是一家人还得以后再说。请，请。
抛弃。是。我说过了，到六合寨给古老爷子做寿，我还有必要带枪吗？但上校说的没错，每个来六合寨的客人，武家都保证他的安全。嗯，他当然也没带了。我们现在可以去见古老爷子了吧？请。今天是给古老爷子做寿了，这怎么一点喜庆劲儿都没有啊？我们老爷喜欢清静，贺盘山也需要清静。不过做寿嘛，还是热闹点好啊。铁头，郑长官，到了六合寨，那就是我谷家的客人，请自重。老爷，这位就是戴先生。古老爷，鄙人戴德山，久仰古老爷威名，有幸获邀参加古老爷寿宴，荣幸之至。不敢。戴先生的大名，古某也是久仰。戴德山，我们终于又见面了。哟，郑长官也在啊。失礼失礼，看来今天到的都是熟人了。田老八呢？他怎么不敢露面？我来了，就是田大队长来了。田德山，你狗日的还认识我吗？你的嘴还是那么不干不净的，你找死！都别冲动，大家来到六合寨，那就是我谷家的客人。既然请你们来，谷家自有说法。请看在我谷日冲的面子上，请稍安勿躁。请坐。请坐。郭老爷子，对不住，失礼了。郑长官，请坐。贺武，计时一到，开席。开席。二位能到六合寨喝这杯酒，我谷若冲感激不尽。
请。今天古老爷子大寿，我戴德山就借花献佛，祝古老爷子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谢了。郑长官，请。这杯酒我端不动了。郑长官，等一会儿有说话的机会。不管以前，不管以后，先干了这杯酒。不管以前，哪个以前？黑石岭，他杀死了我的弟兄乔玉兰。木须渡，他又杀死了何金如和马阳，还有走马滩的11名战士和胡四妮。这事儿跟他戴德山和你们谷家的谷天佑都有关系。你让我喝下这杯酒，忘掉以前的事儿。郭老爷子，你说这杯酒我端得动吗？看来，郑长官是不愿意喝这杯酒了。既然郑长官这么说，这杯酒我看确实没有喝的必要。咱们之间的恩怨现在就做一个了断吧。既然这是六合寨，你们二位是我古罗春请来的，那我就托个大先说两句。郑长官，你对谷家做了什么我先不说。刚才长官说走满滩的事有天佑，指的就是昨天唐三说的那批枪吧？没错。好，戴先生，我是不是该称呼你戴上校？司令怎么称呼都好。哦，一个司令一个上校，怎么回事？戴上校，我古热冲没有接你们的委任状，这里没有你们的司令。那我今天就算是白来了。戴上校，天佑的那批枪是你送的，解放军也是你的人打的，跟天佑无关，对不对？怎么，古老爷子要问罪吗？你是你，我是我，谈何问罪啊？上校既然想在鹤盘山立足，就应该敢作敢为。没错，走马滩的事儿跟大少爷没关系。郑长官，你听见了吧？走马滩的事儿跟谷家没有关系。谷老爷，要抽完全没关系呢，也不对。枪的来路，在大少爷伸手接枪之前，我就跟他说得清清楚楚，也没见大少爷把手缩回来。能说这一点关系都没有吗？天佑自有家法，枪我们谷家一直也不留。戴上校，郑长官放心，好歹走马滩的事是一清二楚。郑长官，咱们的账也该算一算了。等等，在木西渡他还说抓我们的女兵是你们谷家指使的，这也该说清楚吧？有这事儿？有，不过这位长官好像有点误会。我记着我当时说的是，我抓他们的女兵是为了帮谷家的一个忙。放屁！你当时就是说谷家指使你们干的。跟这位长官呐，真是没法好好讲话。怎么好好讲话？
自己说过的话自己记不得了是吗？郑长官不用说了，我已经听明白。上校，这个误会我们是不是该澄清一下？好，既然古老爷子发话了，那我就道个歉。当时我是听说二少爷的事儿还没了结，他们就要带人跑，所以我就自作主张替古老爷子把人拦下。这事儿确实不是古老爷子的吩咐。多谢你的好心，古家要把人留在鹤盘山还不需要别人帮忙。郑长官，木西渡和走马滩的事儿已经搞清楚，九尺洞的事儿也不能忘，天运就是死在你们手里。他指使叫天虎抓我们的女兵，是他自己找死。在伤痛里闭着眼回忆，岁月风里那是最最致命的无情，谁也无法把曾经都抹去。还有什么比死亡更容易？还有什么比刀下更有力？没有获取，我只有勇敢点燃我自己，用牺牲证明我们的勇气。还有什么比死容易？还有什么比刀下更有力？没有过去，我只有勇敢点燃我自己，用牺牲证明我们的勇气。还有什么比死亡更恐惧？还有什么比子弹更无敌？没有躲避，是因为我们永远在一起，用牺牲证明我们没放弃，从未分离，每个夜晚都是同样的梦，自言自语，来世还要做兄弟。